SICAM A8000 一机在手，别无所求，所有要求，所有应用，所有任务。 SICAM A8000 新一代创新型远程控制和电网自动化设备，基于客户需求量身定制，模块化设计，紧凑小巧，易于扩展，广泛应用在配电网及工业电网领域，坚固耐用，高电磁兼容稳定性，可应用于各种恶劣环境条件，功能强大的 CPU 与快速存储完美集成，显著提高自动化与通信性能。创新型网络安全功能，确保系统在整个产品生命周期内安全无虞。众多的功能特性，使得 SICAM A8000 系列成为一个通用平台，适用于各种能源应用场景。无论是风电厂的电网连接、铁路电力供应、输配电以及其他各种应用， SICAM A8000 均可根据具体应用量身定做模块化解决方案。例如，在小型远程控制站应用中，将处理器模块与电源一同安装到标准 DIN 导轨上，再加上数字量输入模块、数字量输出模块和模拟量输入模块，即可作为一个紧凑型解决方案。得益于仅30毫米的模块宽度，采用这种组态时最大长度不超过15厘米。此外，也可以选用 CP8000 紧凑型装置，进一步将安装空间降至最低。这种集众多功能于一身的设备中，配有显示屏和功能键，是所有具有现场监控要求应用的最佳选择。同时， SICAM Web 是 SICAM A8000 系列设备监控、组态和测试的理想之选。只需常规浏览器和网络连接，即可实现与 SICAM A8000 设备直观便捷的数据通信，而无需安装任何软件。如果当前使用有其他 SICAM 设备，或正在规划一个复杂的系统架构，工程组态系统 SICAM Toolbox 2 可助您一臂之力。 SICAM Device Manager 强大的设备与项目管理功能，与 SICAM Web 轻松便捷的设备操作，强强联手，珠联璧合。无论采用何种工具，网络安全都是 SICAM A8000 产品系列的重要组件。确保设备间通信安全，有效防御当前和未来的各类网络攻击。 SICAM A8000 适用于各种应用领域的卓越紧凑型解决方案。